感觉了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得到，我们是无所不能的。迷惑万千少女，减压记一下了，不用花钱，免费的哦。我最想穿越到明天或者后天看一下彩票放满。耶、yeah, oh. 那也是之前的事了，好吧。最爱吃营养餐了，呱唧呱唧。Hello WeFan 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月华少年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宇宙大帅哥张明浩，然后今年13岁，来自哈尔滨。大家好，我是月华少年的队长张俊一，今年14岁，来自江西南昌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殿甲，今年14岁，来自河北邯郸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冠毅，今年13岁，来自中国台湾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自带气场的小马，我今年10岁了，我来自河北石家庄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可爱又帅气的孙佳凯，今年11岁了，来自内蒙古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月华少年的张恩树，我今年12岁了，来自河北邯郸。I Can Do It 这首歌呢非常好听，非常阳光，非常活力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去听一听，包括我们的宣传照也是非常的帅气的，你就想着我们的宣传照去听这首歌吧。我们的那一句 I Can Do It 就是那感觉了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得到，我们是无所不能的，鼓掌。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，不害怕，就算时间仿佛像个迷宫，因为我们七个在一起嘛，所以呢这首歌可以表达就是说，因为世界像个迷宫，所以就让我们七个人或者是大家一起来破解这个迷宫嘛。这个歌词的话 rap 里面有些歌词就是，你为我加油，我为你感动，就是那么帅，就是我们要互相加油，肩并肩，然后一起走下去。有高音，就是我跟帅帅有一段是那个中间的 bridge， 然后呢他是唱说的中高音，我是就最后一段，我有一段是特别高的，然后呢可能现在我步入变声期了，有可能会唱不上去，但是呢那一次也是比较艰难和困难的唱上去了。对，I Can Do It 里面 rap 还是对我们有一些挑战的，因为我们以前的歌里面呢都没有 rap， 都是那种可爱的，但是这首歌里面一进添加了 rap， 还有那种帅的 rap 吗，比较鸟鬼，还是俊逸哥哥当时带着我们一直练，反复练，所以我们才会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录出来。鼓掌。你看我们是走可爱风，那 swag 现在还是得 swag 一下，不能那么黏黏腻腻一直下去吧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做出来一回青春少年的感觉的。迷惑万千少女，迷惑万千少女。其实我们在发那几首单曲之前，然后就有练习那种比较帅的舞蹈，其实就已经有那种感觉了，所以如果转换过来也不是很容易。三位辛苦吗？贼辛苦，贼辛苦。那是怎么调整的？是这样的，变声期前和变声期后唱歌方法是两种问题，所以说必须要找到合适自己的那种唱法，才能把这个音更好的传递下去。然后呢千万不能一直喊嗓子，然后要多喝水多吃饭，保护好自己的嗓子。大家回家用那个便条写一下记一下了，不用花钱，免费的哦。我比较喜欢那种柔的，然后还喜欢那种电音。我比较喜欢 Alan Walker 的电音，就那种听起来就能疯起来，就是听着特别愉快的那种电音。我比较喜欢听那种有感情的音乐，像什么我怀念的呀，像那样子的歌。我是比较喜欢听棉花糖的电音，然后还有那种音乐特别高那种，就是感情。我什么类型的歌都挺喜欢，然后只要就是能找到我喜欢的歌，一般我都爱听。我比较喜欢那种轻音乐、纯音乐，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反差挺大的，比较喜欢那种 swag 的 rap， 外国的那种欧美的 swag 的 rap。Nicki Minaj， 西米西米呀，西米呀，西米呀，啦啦啦啦。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听王嘉尔哥哥，就觉得他那种歌就特别的 swag， 就特别帅。我比较喜欢听 Justin Bieber。我比较喜欢听 Blackpink 姐姐们的歌，然后还有魏晨哥哥的歌。我比较喜欢听黄子韬哥哥的歌，因为感觉听起来比较帅。那如果现在让你们每人秀一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Baby， 你在吃了吗？就吗？辣椒。呀呀呀呀呀呀 ！You get me feeling like the Barbie。呱
呱唧呱唧。我想跟偶像练习生里面我们公司的哥哥们合作，然后我还想跟 UNI 哥哥们、宇宙少女姐姐们一起合作。我想跟鹿晗哥哥还有 Justin Bieber。 我想跟成龙哥哥合作拍一部戏。哇，然后我想跟 BLACKPINK 姐姐们然后唱一首歌，然后还有 NEXT 的哥哥们。如果让你跳女团我 OK 吗？ OK 啊，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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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我呢就比较想跟 UNI 哥哥他们还有那个 NEXT 的哥哥们一起合作。我比较想跟毕文俊哥哥一起唱一首歌。目前呢这个惊喜吧，惊喜总归来说就是惊喜，跟你们说呢就不是惊喜了，所以说还是要保密。就是在特别冷或者特别热的地方一直在等着我们。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是拍戏然后回到北京，可能其他粉丝都走，然后有一个粉丝一直在那里等，当时也很晚了，下飞机了之后来那个厅里面已经差不多一点半两点，然后呢那个粉丝还一直在那儿等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演出，然后呢我们早上大概七八点出发就到那里，然后呢我们就一直一直演一直演，演到晚上的时候八点或者七点多，然后呢我们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些粉丝说和我们出来了，我们两个就不要走，看到的就是一模一样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七个可以一起拍部电影，自导自演，然后最后在电影院放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颗头上好几朵花。想尝试一下，就是类似于偶像练习生那种的舞台，就是想体验一下嘛，然后多跟一些就是哥哥哥哥，然后大家学习一下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想我们七个人踢一场足球比赛。哇了吧！三个大的，再加上一个小卡。赞同。赞同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团可以尝试玩一个阿卡贝拉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听我们的 I Can Do It， 这首歌非常阳光，并不是说谎，你们一定要去听哦。再见。分享一些最近最开心的事情。吃烤肉，吃火锅。昨天放了半天假。收到过最不可思议的礼物是什么？信。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？飞，死不死？我最想要拥有的超能力是《成龙历险记》里面所有的超能力。我要那个《七龙珠》里所有超能力。我要电光眼。我要不死的超能力，还可以赋予别人不死。这样的话，我不死，我爸爸妈妈也不会死，这样我就可以永远的陪着我爸爸妈妈。耶！我要和 DC 里所有的超级英雄的超能力。如果能穿越时空的话，希望到哪？我最想穿越到明天或者后天看一下彩票号码，然后回来再买一个彩票，然后就可以中几呀，真是。哎呀。我会穿越时空回到我们之前在美国的时候，然后再重新玩一次，吃个牛排，因为我还没有玩够，然后再吃个牛排，美国第一家牛排。我想穿越到我刚出生的时候，然后这样我就又能快乐的再过一次快乐的童年。我想穿越回三国，然后想看一下三国的历史，就是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。我想穿越到秦朝，因为那时候就说秦始皇比较厉害嘛，然后就焚书坑儒。不要，我不去了。不，我万一被埋了怎么办？完了。那你好容易被毁了。我呢，我想回到考试那一天，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了，再考一遍绝对全年级第一啊。哇哦。我想回到唐朝，我要看一下丰腴之美。哪个成语塞上镜子？来指吧，三二一，指，随便指。随便指，随便。怎么指？指歪了。为什么指他？不知道自己有多帅。是我宇宙大师。我想来为我就是抱怨不平的一说一句啊，就是呢，在我之前练习的时候呢，就他们都说我特别爱照镜子，确实我之前很爱照镜子，但是现在不是了。现在呢，我默默的发现了一位特别爱照镜子的店家了，郭 DJ。每次一上课，郭 DJ 哎走到你前面。那也是之前的事了，好吧？什么玩意儿？我现在照顾吗？好了，下一个问题吧。好气哟！哪个成员是小哭包？赶紧指，赶紧指！三二一，就是公分一，我们都指。他昨天刚
昨天刚做的。是吗？昨天你把白讲。各自最讨厌吃的食物是什么？我们最讨厌吃的是汉堡包、油炸食品，我们最爱吃营养餐了。我最不喜欢吃的应该就是没有不挑食，好孩子嘛。哎，我最不喜欢吃的是，我也不是不喜欢吃，就接受不了那个皮蛋的味道。皮蛋，原来一个贝爷一样，贝爷就不敢吃松花江的。贝爷什么？我的话，我就比较讨厌吃那种像西兰花一样的，因为不是不接受不了它的味道，是长得有点干菜。我是不吃辣，就是那种辣的几乎都一般都不吃，不敢吃，然后吃完也特别辣。哪个成员最挑食？李玛。每个人对粉丝说一句话吧。大家呢也一直支持着我们，然后呢谢谢你们，然后你们也要注意身体，保护好自己，爱你们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月华少年以及对我的支持，我们会一直努力下去的，伴随着你们的期望。谢谢，谢谢大家对我还有我队员们的支持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最近北京的天变冷了，大家要注意身体，多穿衣服哦。然后感谢大家一直对我们的支持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看到很多粉丝给我送的那礼物，还有那个礼物照片的合集，然后我都收到了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你送给我的东西，然后谢谢你们，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的动力，所以我们一起成长，好不好？一个心，好，再说，一个心，好，再说。